如何让女朋友心甘情愿穿黑丝？哎，媳妇儿，这大冷天的，你怎么还光腿呢？光腿谁去啊？然后呢？你这穿那么厚，你不热呀？再说了，你这玩意儿不好看呢。不是，你咋突然关心我穿啥了呀？你主要是吧，这个季节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那忽冷忽热的，我怕你感冒，主要是。那你想让我穿啥？都给你准备好了，那个长袜。这不黑丝吗？你穿黑丝干啥呀？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天冷加丝吗？微轩，你这是关心我穿什么吗？你想啥啊？不穿出去。不，你真不穿啊？不穿出去。你着急忙给我叫过来干嘛呀，姐夫？我姐呢？你看你姐给李如换衣服呢，你来一下呗。啥事儿？神神秘秘的。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把那个这个穿上吧。啊？你啥意思？我给你姐买的黑丝，完她不穿，合计你穿上帮我助助。行，我知道，夫妻调味剂是吧，姐夫？那个不白绑，那个姐夫回头给你找红包，行吗？姐出来了，姐出来了。我刚到那啥，天冷加丝呢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你都知道这事儿。而且就是对于这个久站的人来说，这个穿丝袜就是可以预防天气。你看，咱小妹不愧是大学生。你俩这一唱一和的，跟说相声似的。你看啊，平时不是不喜欢看这种偶像剧吗？你咋今天在这待这么长时间了？我最近喜好变了，我觉得这玩意儿挺有意思。我记得你今天玩的游戏不是出新专位了吗？你咋不去呢？哎呀，不去了，那没有电视剧有意思啊。那这电视剧多好看呢。真有意思是吧？嗯，我有点冷，去那个卧室帮我把卡拿过来。人正看最精彩的地方呢，我再看会儿呗。你去不去？是不在。啊，去去。不是，你别看我了，你看我今天做啥呢？突然有事儿，赶紧走啊！谢谢了啊，拜拜拜拜。这啥情况啊？咋给你妹妹撵走了？没有，那个他家里突然有事儿，他就先回去了。哎，给你毯子。不行，你这么爱看？挺好看的呀，那个刚才那电视剧男女主演技都不错。我说的是那个。嗯。我说的是这个。啊，这个还行吧，也不是很喜欢，其实。你要爱看的话，嗯、等我啊。不是，加油！你干啥去啊？不是，没必要加油，加油。成。那个加油完事儿了吗？啊，你快点啊，有那么一点点着急。来吧。不是，这啥呀？不是你不着急吗？我可爱吗？不是，加油。可爱吗？加油。我可爱吗？加油。来，咱俩绑一起来。你不喜欢看吗？你都看看来。